节目组久违的来到了日本，主持人却我来到了日本了，然后不好意思我迟到了。本来是约了几点？3点半。现在3点半了，坐地铁坐错了，好久没来日本。こっち？すげえ下町感もあふれるなここ。这次我们要采访的是一整个家庭，但这个家庭不太一般。一軒家なんだ。好多衣服，应该是姐姐，这好辛苦啊。Hello， Hell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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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周内亮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是陈子佳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们会讲中文吗？会一点点。会。日本语和中国语はどっちが得意な？日本語。日本語が得意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中国人吧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周内亮。你好，你好。是吗？是会显胖，对，其实挺瘦的。嗯。现在有两个。三个在家。三个现在在是三个在家。那个最哦，这里，这是最小的。这是零岁是吧？啊，对。何歳？不要嫌弃我啊。那你何歳？六岁。六岁。那他呢？四岁。四岁。めっちゃ可愛い。这么多的衣服，你每天这不算多，里面还有。哇，すげえ。Endless だねこれ。Endless チャーティー衣服だね。多少天还有这么多？你以为是五口之家吗？你觉得叔叔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？你怎么知道？顔的に。什么顔的に？长得有点像日本人是吧？他挺漂亮的哈。你以为是一家六口吗？并不。他也长得挺帅的。嗯。那么是七口之家？也不是。叫什么呀？三哥是吧？数一数这家到底有几个孩子呢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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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来了。他好帅。啊。一个月的。对对，消费挺贵的吧。就吃的。水电费还有学费。60万。60万。一个月，哇，这么高啊！60万，而且这个不包括这个房租什么？哎，这是买的，包括是租的，20万，二十万，查户口，因为特别好奇，他们家真的很有意思。两个孩子在都市属于还不够，还不够，不能，应该老公挺能赚钱的。没有，就是。月光族，反正就是住在日本的九人大家族，究竟会有怎样的故事呢？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、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，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，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。5:32，好久没有这么早出来拍摄了。由于拍摄时间太早，起不来的某人居然派他老板的我来拍摄，还交代我要好好观察这位大家族妈妈的一天的生活。Hello， 早。抱抱是吧？等一下抱抱哈。啊，这
个衣服交给你了哈。好，还是鞋不见了。妈妈，每个穿不一样的鞋。不冷就行了。三哥起来了，三哥都想吃什么？那个辣豆饭要吗？哎呀妈，提醒我了，他要煮饭。没有饭，煮面吃可以吗？小心。由于家庭成员有九个人，所以早餐需要准备的食物量也很大。加上孩子的年龄从1岁到21岁不等，对食物的需求也各不相同。但这对于子斋来说早已习以为常。妈妈，哎呦，我的这个爹爹，我娘让你的鞋子。哎呦，还有他们找没有。小宝，你这为什么这么傻了嘞？相较于其他家庭而言，子斋的工作量要比别人家多出好几倍，而且全由她一个人做完。丈夫只需要负责赚钱养家。你下来吗？英你也吃吧。妈妈，我的书包呢？你书包这儿。你的书呢？小宝，你的书在这里。啊，妈妈，我抖音。我是在给你煮面，马上好了。我先把弟弟搞定。啊，我感觉你比他还开心，把他放下了。看我的时间多么的充实啊！一秒不浪费啊，在家里用跑的，我头一次见。心胸就宽一点。由于孩子们上学的时间不一样，子斋得根据他们的起床时间，分别给每个人做早饭。你要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、啊？哦，没有及时的把他抱着。哎呦呦！你了，阿姨抱抱好不好？去阿姨那儿啊。阿姨抱抱，阿姨抱抱，阿姨抱抱，阿姨快哭，快哭，来抱抱，阿姨来来来，南妹子，我真哭了，真哭了。那不行，你就上来了啊！不要起，太阳大大，喜马上，太阳大大，太阳大大，我们还有多少？时间到了吗？早上7:30，老五出门上学。虽然还是小学1年级，但他已经可以独自出门上学了。伊德拉塞，呀，阿朵海，呀，米娜，你身体红的。我看你好累呀，他也不让我抱，我急死了。我想抱他。没办法，练出来的，练出来的。早上8点，小学高年级组的老三、老四也出门上学了。你几点去上学啊？还有两分钟。还两分钟？那总是这样的。早上8:15，上高中的老二出发了。慢点啊！你的只剩下需要送去幼儿园的老六。哎，老七也可以送保育员了，基本是50天就可以送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在想，老七还得跟着你回来呢。把他们送到保育园之后，你就还有一些自己的时间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对，我可以缓冲一下。哦。
六个孩子都去上学了，子斋终于能休息了吧？不，人多这背就得叠半天。其实在我们的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的微博也募集了问题，基本上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，你生了这么多孩子，你感到累吗？有压力吗？我首先的回答是没有压力，不累，是我自己愿意生的呀。你是别人催的，所以你累啊，心不甘情不愿就会累。就是我朋友也会跟我说呀，家务活也是吗？我每天我都不想干呢、啊，那几个碗我都不想洗啊，那衣服也不想弄啊，每天做饭啊，我觉得很累啊。我说家务活就家务活呗，他就在那儿呗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就不累啊。你不想弄，你完全可以不弄，你有那么一下你就想弄了，然后蹭他就弄完了。我说我就是这样的。你不骑车？我不骑，就是那个刚才那个河边呗。对对对，反正老陈也爱运动的原因啊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放下，一直都坚持运动，虽然陆陆续续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这一路很美的。拜拜，拜拜，你得拉下。他去，哦哦哦，好，左拐右拐，右拐。他骑得好快呀、啊，我跟不上他，他已经不见了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好，从来没有这么骑过。我去那边拿车啊，好，待会儿见啊，好。然后他人已经不见了，他人已经不见了，天嘞！2008年，由于丈夫去了日本工作，子斋辞掉了英文翻译的工作，带上大儿子和二儿子一起来到日本生活。之后，子斋又在日本陆续生了5个孩子。生7个孩子是你们两个都同意的结果了，就是你们都觉得这个状态是很好的。我想要我老三的时候，我说我还想要孩子。他直接一愣，我还会有孩子？人家都一个，我两个，我有孩子吗？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跟他在耳边说，我说，我还要孩，想生一个孩子，我说别人3个4个，我好羡慕啊。然后他又没说话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说，只要你愿生，我就愿养，这是他说的话。我太厉害了。学年一季，哇！你还没睡啊？没
每两三个小时要喂奶，不定时，一晚上可能喝那么两三次。嗯，那根本睡不了啊。习惯了，闭着眼睛喂。他是如何做到照顾一家人生活的同时，又把孩子们教育得如此优秀呢？下集揭晓。他说他十二点半要让老陈吃上饭。其实我每天都是自己的时间，搞到11:50左右。如果你让你去普通的日本学校的话，会怕被低级妹。あるよ。日本人同士のコミュニティができて、そこに異物が入る。うん、そうなんだ。ちょっと辛い。辛い。ろうそくは？今は43歳。